怎么在中国居然没有？去黑人地方都有这个？都有，埃塞俄比亚都有。对呀、啊，居然来这边，人家那边还有专车帮我们接去住，啊，在中国居然还没有这些待遇。他就把你扔在这边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他每个他安排是要根据那个原因来的，根据这个原因，疫情的原因。是你们的原因耽误了我们的事情。如果是因为机械故障，我们肯定提供。什么什么？如果是机械故障，我们可以做。机械故障。对，这就是你们的疏忽问题了。你们如果提前一天，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。你们要跟他那边沟通，是不是我们不是就不用什么事情都要提前一天说了嘛？对呀、啊，你就算不费也要提前一天跟我们说一下。就相当于先做买票的时候有疫情，我们做了核酸检测。那我们这样一来，那我们做核酸检测做了这过来干什么的？你告诉我。飞机飞过来这些费用去哪里报销？如果我们核酸检测不合格。那你们不要我们，那我们耽误了，是不是也有补偿了？照你这样说，这是你们公司造成的损失，不是我们造成的损失。